1993年，浙宝电器的前身杭州电器开关厂成立，2005年，浙宝电器集团成立。目前，浙宝电器拥有七大子公司，即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业务范围涵盖电力安装、电器成套设备、现代电力服务、电力设计、工业地产投资等。近的数控制造、检测设备，浙宝电器跻身杭州开关制造业最大企业之一，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大中型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生产企业。浙宝电器获得原国家机械部和国家电力部颁发的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生产秩序整顿合格证书，被国家经贸委首批列入全国城市电网建设和改造所需主要设备的生产企业推荐名录，其生产流程、检测流程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执行。浙宝电器坚守主业不动摇，以诚实为本的商业态度，扎实有效的专业能力，致力于为工业、能源、电力、交通、建筑行业客户提供电器产品解决方案，其主导产品全部通过国家强制 3C 和 CQC 认证，出口产品获得欧盟 CE 认证。好的产品品质为浙宝产品赢得了市场，目前浙宝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并远销东南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浙宝不仅在国内多地设立办事处、分公司，还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机构，在许多知名企业和大型工程里都有浙宝电器服务的身影，而浙宝电器也在不断完善服务网络，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宝电器建有开关成套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与 ABB、 西门子、施耐德等国际知名企业密切合作，并与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产学研合作，培养了一支专业能力强、技术精湛的研发团队，形成了一整套技术创新管理和开发机制，源源不断地为市场推出优质产品。浙宝成为中国智能化电力设备联合设计的主力企业，多年努力拼搏，浙宝电器已成长为一家技术领先、产业先进、主业发达的现代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并被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被誉为输配电设备行业人才的摇篮。浙宝电器以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尊严的起点，自2008年先后向学校、受灾地区、贫困户、公益事业捐款达100万元。浙宝电器相信，在充满挑战的未来世界中，浙宝电器将传承企业优良精神，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在更加广泛的领域走得更远、做得更强，助力经济发展。